精英律师丽娜鼓足勇气表白罗宾，却惨遭拒绝，原因把黛西笑哭。电视剧《精英律师》正在热播中，剧中罗宾是一个魅力十足的男人，追求者也是数不胜数。不过因在青年时期遭到前女友的背叛，罗宾不再相信爱情。尽管罗宾不恋爱不结婚，他身边却有一个忠实的迷妹，这个人就是罗宾的助理丽娜。她是一个性感女郎，可以说是律师事务所的一道风景线。她和罗宾在工作上配合得非常默契，也是深受罗宾的信任。丽娜因为父亲的事情搞得鸡飞狗跳，罗宾一直在全心全力地帮助丽娜，这让丽娜认为罗宾也是喜欢自己的。于是丽娜鼓起勇气表白，黛西对罗宾说想和罗宾结婚。罗宾对丽娜十分的看重，甚至为了丽娜的工作不惜对上司提出辞职。本以为罗宾会答应丽娜的表白，不想丽娜却惨遭罗宾的拒绝。罗宾拒绝丽娜，